刻还记得为师所说的话：幻冥降临，分天地，创凡世，万物应运而生。而凡世之外，幻冥胜利不及之所，尽属洪荒。者即为胜者的食粮，这是洪荒的规矩。踏着别动，这是我的猎物。在我方场内召唤部署是狩猎的基本。决策好了，那便开始吧。姐姐，别老是单打独斗。双方同在思考战局，且看谁更高明吧。我走我自己的路。若前方无人阻挡，便能直取主将。是的地方的人，我乃苍兽氏的红妹，总有一天会成为猎人。你说慢点儿，我不常和人说话的。这里是洪荒的边境，我族的猎场，就在那个方向。只要你能活着走下去，为了救你，我终究狩猎了这些生灵。若再看着你死，就变成无谓的杀戮了。你叫什么？怪事，从未见这么多荒兽聚集。有你逍遥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兽群来势聚得再多，终究只是猎物。滚！
接下来集中力，当两方部署同时进攻，便会在中央交战。瞧瞧这一招如何？我的命运我自己来决定。狩猎结束，回去吧。胜者的食粮，这是洪荒的规矩。你们休想碰他！这下子，我有拼死才。大敌当前，得好好分配灵力。来吧。若要保护部署，在此处挡住对方攻势，这下应该撑得住。上吧。果然是源源不断，只能靠那招了。看你们还能复活吗？他们在想什么？我可是，这是，我还能承受得住。最后一击，狩猎结束，回去吧。醒来了吗？别怕，都过去了。师父在，师父守着你。那孩子没事，
都是你是师父的好徒儿、啊。